住村屋咧就唔一定要有车出入先可以住嘅。今次咧就会同大家去到屯门南地睇一间全新装修又交通方便嘅村屋。距离有餐厅商店嘅南地，大家咧借三分钟嘅路程，行三分钟咧就有巴士可以出翻去九龙港岛元朗市中心，五分钟咧就可以去到南地轻铁站，坐一个站咧就可以转乘西铁噶啦。即刻入屋睇下，入到去咧就系方正嘅客饭厅，单位位于一楼，实用面积700尺，三房两厅嘅间隔，开放式嘅厨房咧中间做咗张吧台。吧台下面就做了一个伸缩的饭台，可以用来招呼朋友，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收起。厨房都铺上了瓷砖，厅的一边是一个大的露台位，景观开扬。厨房隔离就是洗手间，这间村屋有三上电，不用用储水式热水炉。厅的另一边就做了特色墙，有三道的隐藏门，隐藏门背后就是三间房间。第一间房间空间非常大，有个位可以放衣柜。第二间房间房间咧足够放到张双人床，仲可以做到三边落床。最后一间房间有两边窗，采光非常之好啊！依家可以即买即住嘅村屋咧，而家做紧放售啊！如果有兴趣，快啲联络我哋物业代理约睇楼啦！天智物业现成征放盘，业主只要成功喺天智物业放盘 ，follow subscribe 我哋 Facebook、IG、YouTube 其中一样，就可以获赠超市礼券啦！快啲联络我哋啦！